宪哥的红包到底有没有真的收到了？哇塞！哎呦，哇塞！哇！可是你只有包一万六给珍妮耶。可以的，欢迎隔天秒充银行，都是吴宗宪造成的。所以宪哥真的要走星光啊？要等一下确定就黑啊。宪哥换装啊，因为。走两次的话，还一下，一定要要要、哦，要走三次吧？需要。没有，那个 Sandy 不跟我走、啊，他已经处理好，他已经有邀了一个男神了。哎呦，不能讲，哎呦，或者是徐光汉脸，你们可不可以有一点尊严？一定要帮我讲一下，就是婚礼的部分，真的要不要？哦，婚礼是真的蛮辛苦的，就是奉劝大家这辈子结一次婚就好了。然后大家最关注的宪哥的红包到底有没有到？来哟！跟大家报告，来了，一定是不会让你吃的。真的收到了，哇塞，扎扎实实，不多不少。退款的呀？没有，他本来说要报现金来，但是因为我这辈子没看过那么多现金，所以我说我会害怕。哎呦喂！于是宪哥就用了另外一种方，就是支票。哎呦哇塞！然后隔天12点退房。不到一点我就打掉，急的嘞，急的嘞，很怕，哎呦，怕是假的，怕是什么跳那跳？够研究一下说，哎，要怎么换？没有，或者说只要上面没有画的，写什么日期，那一切都 OK。所以我那个存折跟印章我都带出来。你怕跳票是不是？我怕，你是一张空头支票，他这样，他这样拿支票这样，这张没问题。三天内入账，我说哇漂亮 ，yes 漂亮，台湾入账了吗？还飞三天啊，第六天我还在期待，明天揭晓吗？明天应该会，不要，如果没有我才会再发文。明天是哦、如果真的，明天是大星期五哎，哎呦，靠现金，不要再，我相信现发，现发，现发一向说到做到。可是你只有包一万六给珍妮耶。因为我包这个礼数 ，OK 的啦，那包这个礼数应该，这是你包过最大的圈内的第二大，那第一大是谁？第一大，我家人呐、啊，对呀对呀对呀。不过以下这组新人可能会破纪录。还有在此宣布，如果汉典跟露露两人结婚的话，至上200万红包。哦你真的要逼我们两个互相伤害吗？如果产下一子，啊，再得百万，你不能重女重男轻女哎！如果产下一女，再送200万哦，重女轻男了，太好了！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去互相伤害吧！要，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钱。